世子，您要这些户籍簿做什么？不会有无故的失踪。我总觉得，这些失踪的人之间，一定有一些共通之处的。世子，什么事儿啊？齐仓姑娘来府里说，他们家少主让您去趟南赤院，说是梁山姑娘出事了。什么？ 我要救他，说呀！现在你只能相信我。3年前，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已身的伤，幸好还被不明物件所刺。我费了1个月，才将他捡回半条命。没有一个医馆能诊出他的病根到底在哪儿。 所以只能日日喝着补气养血的药吊着。你倒好，第一次见他就一剑刺下去。如今，你还问我他为何体虚？心口有伤，难道？你干什么？你做什么？想救他，就别碍事。 他已经没事了，你看着吧。少主，少夫人她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她心肺受过损，平日服用的又都是清热之药，才会如此。好，我去看看她。你别进去，你晚些再去吧，依旧陪着她。世子。 我们临川的少夫人怎么能够让她陪着呢？无妨，她只是想护着她。趁她在这儿守着，我去趟世子府，你去探一下蜀云地牢，看看被他们抓到的刺客到底是什么人。是。 失踪人口名册和户籍簿我都给您拿过来了，放下吧。啊，世子，还有件事儿。什么事？昨夜有一个被掳走的族人逃了出来，被我们救下。他逃走时顺走了那贼人一件物件。
知道了，你去门口守着吧。是。朔云与林川通婚已是百年前的事，为何这些失踪人口的祖辈又都是与林川通过婚呢？这个戒指，林川，难道这何林溪？阿生，召集郑州所有营卫待命。是。杨婵姑娘被带回来的时候浑身是伤，就剩一口气了。全硕云的医官用尽了医典里所有的办法，前前后后救治了一个月，总算捡回了一条命。此事整个世子府的侍从丫鬟都可以作证。他的心口究竟是被何物所伤？这伤奇怪得很，非寻常利器所致，却能直入心脉。我行医多年，却从未见过那种伤口。难道他曾用连理针插入心口，一年一年救我？可若如此，他又为何还能活着？他手臂上的疤又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想干什么？何林溪，我们不如以林川少主和朔云世子的身份开诚布公的好好聊一聊。你想聊什么？梁婵是不是有赵国公主凤渊？你是不是屠杀了他凤氏王族？你让他恢复记忆是不是另有所图？一旦达到目的，你还要杀了他是不是？我要做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是不是你的戒指？你从哪里拿来的？看来真是如此。众门卫听令，拿下他。好好守着，见所有的人都调去擒拿要犯，就只剩下我们几个了。是。看来朔云世子是按照主上的计划，将所有人调去捉拿贺连溪了。
少主，少夫人出事了。主上高明，您故意放出一个族人，让他带着贺连熙的东西来误导世子，挑起他们的矛盾，我们便有了可乘之机。新仇旧恨一起算，只可惜我当年的替身了。这地方十几年前就已经荒废了，什么人会藏身此处？别装神弄鬼的了，出来！前一步，他跟这里的硕云族都得死。Yeah.
想干什么？我想要你的心头血。捡起来。没有，没有钱。没有钱。我连衣服也好。没有钱。捡起来。阿月，阿月，阿月。